这省防旅辖两团，平时打两个胡子还行，要对付日本人那就麻烦了。黑省地势偏远，张大麻子又带走了国防军，剩下不到200007000多，又分散驻守各地，难办。打起仗来靠谁呀？啊，就连张大麻子都组建了八大处，日本人给他枪，给他人。 张大麻子要是得手，日本人就会渔翁得利。这张大麻子要是受挫，那日本人就会顺势占领黑省。听说了吗？小鬼子到洮南了，张大麻子降了，马占山来龙降了。马占山来了？对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马占山老厉害了，厉害什么呀？真碰到小鬼子，他也不见得敢打。不可能，马占山枪法老准啊，我亲眼见过的。 没事吧？没事。又是日本人，这小鬼子贼心不死啊！以后，咱们得更加小心才是。